现在急诊室有阿鹏患者，我拒绝做那个手术。医生也是凡人呢，医生也有可能感染 MERS， 运气不好的话，医生也有可能死亡，你知道吗？江东柱，他晕倒了。他的状况看起来不太好，我要进去里面。会长的手术就在眼前，你还这样？让我进去里面吧，医生。今后会由我来照顾会长。万一确诊是 MERS， 你在 CS 手术中会被除名。您就让我进去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浪漫医生金师傅。